停！停！大人，你们是要去那里吗？怎么了？哎，大人，不行啊，那里不能去啊，太危险了。前些年去的人没有一个能回来的。那就算了吧，反正也不是很远，我们自己过去吧。老伯，我们自己去就好了，不能让兄弟们白跑一趟。这些银两，拿去请兄弟们喝茶。不用啊。我们自己来吧。大家一定要注意，等一会儿我们进去以后要躲在伞下面。我在伞顶接了铜线，不出意外的话会把雷电引到地下，所以我们在下面会很安全。不过出了这个车子，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。师叔。师叔，我回来了。好，好了，我们试一下吧。嗯，试一下。哎，你们都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吧，又是我喽。那就让我这个肉盾来试一下吧，来。停下！是这里了，图里标注的地点。前辈，确定吗？看，这块石碑是否跟图上描述的一样？莫非？这推背图的下部就坐落于这巨石之上。小心！